其实这张专辑我准备了非常久，然后啊，从小学音乐，所以呢啊，希望可以鼓励所有跟我一样在追求梦想的朋友们，然后能够满怀斗志，然后向你的目标走下去。人挤人的车站，来不及吃的早餐，忙到快忘了梦想还在不在，明天有什么值得期待，我的志愿填下空白，想不了的期待，把快乐全都要放，笑容那天的不会见不完，是能用那首歌的陪伴，让我突然有勇敢，见喽，拜拜。